年的暑假可以说不一般，国产大片不断上映，徐峥的《我不是药神》，姜文的《邪不压正》，吴磊的《阿修罗》等等，而《我不是药神》掀起了一股药神热，很多网友看完了这部新片都感到有些触动。《我不是药神》首映就砍下了3亿票房，上映5天就突破了10亿大关，仅用15天票房就突破了25亿。如今《我不是药神》突破了29.5亿票房，位居票房冠军。《我不是药神》可以说是今年暑假的最大的赢家。很多网友看完了这部新片，都觉得这部片太好了，连姜文的《邪不压正》都挡不住他的口碑票房。如今沈腾的《西虹市首富》要来袭了，很多网友看完这部新片都表示期待。之前上映的《秀秀的铁拳》还有《夏洛特烦恼》都是大火的作品，而且口碑票房都不错，均突破了10亿以上。而这次《西虹市首富》是续多了《夏洛特烦恼》，很多网友都期待沈腾的搞笑演技。近些年来沈腾在影视圈的表现都相当不错，很多对沈腾的演技都给予认可，还有网友认为沈腾将会是第二位周星驰成为喜剧之王。